现在我给你们一个挑战，第一道题来了啊，这个加起来是多少钱？要用中文来说。10 cents 10毛。哦，一毛。所以这个呢是一毛一分。所以小老师正确的说法应该怎么说呢？一角一分，一角一分，没有毛，没有毛。所以你觉得这个是多少钱？11分，11分钱。一角，一角。一分，对的，这个多少？10块，10块5角，10块5角，很标准。用正确的量词来说的呢，就是10元5角钱。10元5角。$12,345，中文。12345元，对不对？12345块。哇！我要感谢我的妈妈，我的老师，你讲我的华语很差。1 million 啊！100万。啊，其实 once again 我要感谢我的老师，我的妈妈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我刚刚才叫你答谢的人呢，我都不在名单里头。来 1 billion。这个有9个0。对啊对啊，这是9个0嘛。我上次碰过9个0是考试的时候。1 billion 有几个 zero？ 哦，很 confused， 我可以用 calculator 吗？你们知道答案吗？另外，为什么钱币的量词是元和角？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你在说什么视频。